爸以前是做厨师的，然后后来因为罹患口腔癌第四期，然后后面还要化疗还有电疗，因为家里还有阿公阿妈，所以没办法负担那个家里的生活费用。有出去安尼精进，我迄阵仔就想讲，阿呾这是安怎？常常讲病，伊敲电话讲啥物？伊带因开刀，阮孙讲，爸爸不要给你知道啦，讲你会烦恼啦。希望他能赶快身体好起来，然后继续跟我们好好的聊天。